跟他们说一个感谢的话，好不好？谁先来都没关系。我先啊。各位来参加台北爱上哥们见面会的现场粉丝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楚恒，很高兴大家来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间。今天下了大雨，大家可能一早就排队，然后冒雨前来，有台湾来的，有南部来的，东部来的，各地来的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给予。你忘了吗？这是你的誓言。